他对于这个诚信远景，在今天的下午五点半左右，那当时那个守望岛哨的勤务，那因为大概在马上要举行那个射击的一个测验，那他因为担心他平时那个射击的成绩不理想，那一时那拿起配枪，那来试瞄，那产生了这个误击的一个事件。